第三段一共有十一个动作，请看连贯演示。十九，云手。二十，独立打鼓。二十一，右分脚。二十二，双峰贯耳。二十三，左分脚。二十四，转身拍脚。二十五，进步栽锤。二十六，斜飞式。二十七，单边下式。二十八，金鸡独立。二十九，退步穿掌。下面我们做一下动作的分解说明。十九动，云手，扣脚转身摆掌，左云手收脚，右云开步，左云并步，右云翻掌开步，左云扣脚并步。第二十动，独立打虎，探掌撤脚向斜后方，两手分开，提起右腿，屈膝独立，两拳一个架在头上，一个横贯在肋间。二十一，右分脚，抱手垂脚向斜前方，分手分脚。二十二，双峰贯耳。二十三，左分脚，分手抱合抱向正前方分脚。二十四，转身拍脚，收脚转身落地，两手再分开向正前方拍击脚面。二十五，进步栽锤，落脚摆手提脚上步向前下方，身体略向前倾。二十六，斜飞式，撇脚转腰，提脚插手相抱，开步两手斜上斜下分开，身体略向侧倒。二十七，单边下式，重心左移，勾手摆掌，扑步穿掌。二十八，金鸡独立，弓腿起身，提腿调掌。第二个金鸡独立，落脚提腿调掌。最后二十九动，退步穿掌，右手横掌下压，左掌扬掌前穿。下面请大家再看一下第三段动作的背向演示。Thank you.
我讲解一下第三段的动作要领。第一个动作是云手，云手是两个手在身前或者头顶画立圆、画平圆，构成一个圆形。这个动作不仅在武术，而且在京剧舞蹈也是常出现的，啊。在器械动作当中，云剑、云刀也都有这种圆形的舞动。那么它的攻防含义是什么呢？是云波，把对方拨开、分拨。所以手到身前的时候，请你保护住自己，捧住手臂半圆。到了侧面，翻掌向外分拨，捧举，翻掌向外分拨，所以到了侧面有一个翻掌向外推按的动作。从野马分鬃的转接是杨氏的很典型的转身动作，重心先左移，扣脚，摆手，然后重心右移，左脚呢也扭直。现在这一扣一扭，两脚都平行向南，然后开始向左匀，翻掌，并不收脚。右匀，提脚，开步，左匀并步，最后一个扣脚并步。云手动作的步伐是向一侧横行，叫做侧行步，一脚向侧伸出，开步，一脚收拢，并步，不断的继续向一侧横行。同样要求点起点落，轻起轻落，迈步如猫行，重心要平稳，不可忽高忽低。提脚先提脚跟，落脚先落脚掌，然后拳脚踏实，重心左移。提起右脚跟，收脚并拢，然后右脚踏实，重心右移，提左脚出左步，脚前掌着地，然后拳脚落实。不管是手的动作还是脚的移动，都要圆活连贯，如行云流水，绵绵不断。云手的步行收拢而不并紧，两个脚平行收拢以后，留有一拳到两拳的宽度，我们叫做小开步。最后扣脚收步，重心右移，撤左脚向侧后方，手伸向东南，脚退向西北，然后坐腿转腰分手，右脚提起，屈膝高提，独立打虎式。这个独立步是杨氏的独立步，脚尖勾起向外撇，屈膝高提，高于水平。与杨氏的脚尖向下、小腿内收要领不一样，他的小腿略向外展，立腰顶头是一样的，手法打虎式的手法
是两个拳由外向内横摆，我们叫做贯拳，在拳击当中叫做摆拳，力点仍然是在拳面。武术的术语，拳由侧向前弧形前摆，叫做贯拳，双方贯耳就是双贯拳。单贯拳，两手高低不同的双贯拳，上贯额角，下贯肋，所以这个动作是分收，力点在拳面，拳眼上下相对，顶头立腰，方向侧身向着正东，但是头看的方向是正前方，然后垂脚抱手向斜前方分脚，再收回来向斜前方双拳再灌出去，撇脚分开，把脚再收抱起来，向着正前方再分左脚，收回来，转身360度，仍然向着正前方拍脚。我们这连续出现了几个腿法，一个叫做分脚，分脚的功法含义是脚面绷直，用脚尖去弹踢对方，脚尖去弹踢，与第二段出现的蹬脚不同的，蹬脚是用鞋底去蹬踹，蹬踹勾脚尖，这还是绷弹，拍脚也是绷脚面，但是同样的动作呢，是用手掌在额前拍击脚面，向着蹬。下面一个动作，落脚，脚跟落，脚尖外撇，翻手下摆，收脚上步，握拳在头旁，搂手前下栽拳，弓步搂手栽拳，栽拳是向下打，我们这个方向是前下方，力点仍然在拳面，身体略向前倾，这是随着手法的需要，所谓叫做这个动作叫做进步栽拳，进步的意思就是连续上步，上两步，有的时候搬篮锤也是这样，上一步搬拳摆脚上步，第二步再上一步拦掌，连续两步，武术的习惯呢叫做进步，我们这儿就叫做进步栽拳，或者叫进步栽锤，拍脚第一步，第二步栽，下面一个动作斜飞式，撇脚转腰分手，合抱收脚，开步分靠，这个动作是很典型的无师太极拳的动作。无师太极拳身法有一个特点，叫做斜中遇正，有的时候身体略向前倾，有的时候身体略向侧倾，在这种倾的当中，倾斜当中要保持躯干顶头束腰的伸拔状态，就像一根竹竿竖直放和侧倾一点，都要保持一种挺拔和竖直，而不能扭曲或者是团缩软缩，还是要挺拔舒展，所以
叫做协中御政，这是吴氏太极拳的一个身法特点。那么我们这个协飞式呢，很明显的表现了这样一个风格，请大家正面看我的动作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手法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手踩住、裸住对方的腕，另外一个手插入到对方的腋下，另外一只脚伸到他的身后，用肩去撞号对方，撞号对方，力点是在肩。我们第二段做了陈氏的野马分鬃，也是要向侧裸住对方，伸出去，伸到对方腋下，向前去冲靠。吴氏呢是向右横着去冲靠，所以呢在做开步以后，要用身体躯干和肩的力量去带动你的手臂，突出用肩躯干去冲撞对方，不要做成了以手带肩，这样呢就变成了力点在前臂或者在掌，这样就和我们原来的这个靠的含义是违背了。下面一个动作，下势，从下势转腰挥臂，扑步穿闸，这是典型的杨氏单边下势的动作。金鸡独立，转向正前方，正东，弓腿起身，踢腿，调掌，顶头立腰，左手上挑，右手下按，屈腿，落脚，落在你的支撑脚的脚跟的侧，内侧，再把右手右腿提起来。最后一个动作，向前按掌穿掌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右手下按，横掌下按，左手向前穿，目的用指尖去戳穿他的喉咙，锁喉的动作。所以从独立这儿开始，独立屈腿落脚，压掌前穿，手法一个手心向下，一个手心向上，一个下压停于肘下，一个前穿攻击对方的喉部。退步的时候仍然要支撑腿弯曲，脚要轻轻的退落，重心呢要保持平稳，先屈腿下降重心，然后轻轻的退步，前脚扭直，不要弯腰后撩腿，弯腰后撩腿，支撑腿不弯曲，这样呢身体失去平衡，落脚也会沉重。好，第三段的要领我们就讲这些。第四段一共包括13个动作，请看连续示范。30，屈步压掌。31，独立托掌。32，马步靠。33，转身大捋。
三十四，歇步擒打。三十五，穿掌下势。三十六，上步七星。三十七，退步跨虎。三十八，转身百连。三十九，弯弓射虎。四十，左拦雀尾。四十一，十字手。四十二，收势。下面进行第四段动作的分动说明。第三十动，虚步压掌，坐腿扣脚转身，虚步横掌下压。三十一动，独立托掌，左手横撑在体侧，两手高与肩平。三十二动，马步靠，落脚翻手下踩，转腰摆臂，马步冲靠。三十三，转身大捋，撇脚翻手，并步，捻脚转身横捋，撤步，滚肘撅臂下压。三十四，歇步擒打，重心右移，旋臂举拳，重心左移，裸手上步，擒握插拳下打。三十五动，穿掌下势，提脚提掌，开步摆掌，扑步双穿掌。三十六动，上步七星，重心前移，上步虚步，双手握拳交叉相架。三十七动，退步跨虎，退步转腰摆臂，收脚左转腰，举腿调掌提钩。三十八动，转身摆连，落脚扣步，穿掌转身，捻脚，外摆腿，摆连拍脚。三十九动，弯弓射虎，右前方落脚，弓腿摆臂握拳，反冲拳。第四十动，左拦雀尾，撇脚转腰分手，抱手上步，弓步左棚，摆臂后捋，搭手前挤，后引前按。四十一动，十字手，重心右移，身体右转，双手平分下落，合抱收脚，两手交叉举抱在胸前。四十二动，收势，翻手垂落，收脚并步还原。下面请再看一下第四段动作的背向演示。
下面我讲解一下第四段的动作要领。从退步穿掌开始，第一个动作虚步压掌，坐腿转身扣脚，二继续转身，重心后移，前脚活步移动成虚步，左手横掌下压，这个动作是从孙氏太极拳的海底针动作演化而来。孙氏太极拳海底针的动作，压掌虎口向内，掌心向下，横掌下压，这个动作是转身接虚步，所以步法步行的协调和顺很重要，重心充分的向后移坐，脚尖扣过来，充分的内扣，再坐回去，把前脚扭过来，轻轻的提起来，向侧方移动，脚前掌着地，然后上体略向前伏，眼睛看前下方，身体略向前伏，但是要保持挺拔，不要扭曲。如果脚的移动不合顺，从后面看常常会摆臀扭腰，姿势歪扭，有的人扣脚不够，脚尖扭的也不够，身体歪扭紧张，眼睛要看按掌的左手，而不是转头向右看，是向前下看，右手是向下按，左手是向前下按，两个手都是按的动作，独立托掌，手心向上托起来，左手侧撑，这个动作是从陈氏太极拳的大六风四臂，大六风四臂演化而来。内塌外捻，独立起脚撑好，下边落脚翻手下踩，转腰摆臂，提脚向左前方东南方向，上步靠，步行是半马步，两脚平行开立，重心在两腿之间，叫做马步。半面侧转，一个脚尖扭转90度，两脚成钉子，叫做半马步。重心扔在两腿之间。我们的这个马步靠实际上是侧前方的半马步靠，前脚尖斜向西南方向45度，重心在两腿之间，屈腿落臀圆丹，左手握拳停于膝的上方，拳眼向内或者是内侧，右手附于左臂弯的内侧，攻防含义是用你的大臂去冲靠对方，既然力点是在大臂，所以后边的助力的右手请不要推到腕子上，
重心是短促的，腰腿发力，不要弓步顶肘，而是马步挤靠，眼看前方，后腿略向内扣，裆口要撑开，这个动作是从杨氏大力推手演化而来。大力推手是以踩、咧、肘、靠和转身大捋等动作构成，上步插裆近身，用上臂去挤靠对方。下面一个动作，前脚脚尖外撇，两手翻转画一个小弧，然后后脚收并成一个并步，两手侧举，右手向上，左手停在右胸前，掌心向外，虎口向下，不停，捻脚继续向左转，左脚向后撤步，两手仍然保持捋的姿势，手心斜相对，再继续转身捋，右脚跟蹬转形成侧弓步，然后握拳滚肘撅臂压下下压，侧弓步的方向是西北方，大约形成正西偏北30度，步行是左侧的弓步，也叫横裆步，在我们全套路的第三次出现横裆步，基本上是背向起势方向，反过来从正面看，半马步靠，一、二、三，捻脚退步，脚掌落地，四，滚肘撅臂，这个动作的手法，一个是转身大捋。捋本来是由前顺势向后牵引，现在我们随着转身边向后牵引边旋转，从大捋以后接着握拳滚肘，一个手擒着对方，拧住对方的胳膊控制住，然后另外一个手用前背去压对方的肘关节，使对方好像反关节擒拿一样陷于被动。这个动作来源也是源于杨氏的大捋推手。我刚才说大捋推手包括了踩、咧、肘、靠，那么我们在这里是用了一个捋，转身大捋的捋和一个肘，实际上是前臂的滚压。杨氏太极拳呢，把前背的旋转滚压也叫肘法，但是不是指的肘尖。下面一个动作是歇步的擒打，擒是抓住，打是冲打，重心微向右移，右拳右臂内旋，拳形翻转向外，左拳内旋，拳心背向身后，然后重心左移，左脚尖外撇，左拳变掌向前去擒打对方，擒上步，脚跟落地，两腿交叉
屈蹲成歇步，右拳从腰间向前下方打出来，身体略向前倾，右拳拳心向上，步行是歇步，第一次出现的新步行。歇步的时候，两腿前后交叠，身体拧转，两脚交缠在一起，后腿伸在前腿的膝窝的外侧，然后全蹲，臀部接近后脚跟，这叫歇步。手法擒打，这个动作的来源是吸收了形意拳的一些动作。形意拳的懒龙卧道，大大扎实锤的动作，一个歇步，下插拳打。在下边歇步擒打的方向已经转向了正西，在下边提脚提手，侧掌向上提，重心不要很升高，提起来就可以，然后摆掌开步，转半扑步，双穿掌，接上步七星，双拳交叉成斜十字。从正面看，提手提脚，两个手侧掌虎口，一个向上一个向下，同时把脚提起来，转身摆掌开脚，旋腕侧掌顺着腿内侧，两手一起向前穿，力点在指尖，弓腿脚尖外撇，后脚尖内扣，两手相交举于胸前，拳心一个向外一个向内，右拳在外。这两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是无式的下式动作，阳式的下式是一手成钩，一个手顺着腿向前穿，无式是双手顺腿向侧前穿。上步七星是阳式的代表性的动作，下边退步跨虎又是采取的无式的一个代表性的动作。退步变掌，转腰摆臂，前脚微向后收，屈蹲，两手摆至身体的左侧，然后左脚提起来，前举，手挑起来，左手提钩，上提，转向侧前方。这个动作呢，现在是做成了一个举腿前举腿的平衡，但是从追究它的来源，所谓退步跨虎，跨虎是指的也叫做片马步，里合腿转身里合腿，所以呢这个腿实际上是啪打一个里合腿，然后停在这儿定住站稳，然后亮相，这就是这个动作的来源。所以呢脚掌内扣，举腿微屈，脚掌内扣，脚尖挑起来，手和脚要上下相对，方向正西略偏北，不要横着向前举腿，手脚斜相对，
落脚，扣脚，脚跟落，穿掌，转身摆起来，然后做一个外摆腿，右前方落脚，东南方，弓腿，摆手握拳，弓步的方向东南方，冲拳的方向东北，但是步行是弓步，转头不要扭胯，不要做成侧弓步。拳法两个拳还是冲拳，不要做成架冲拳，由右侧屈收一块冲出去，只不过拳眼斜向下，是反冲拳。一个拳停在右额前，一个拳对准自己的鼻尖，拳眼都斜向下方。最后一个动作是左拦雀尾，铁脚抱上步棚，后捋，捋向身后，而不是像第一个拦雀尾似的捋向身前，经过身后再转身向前搭手，弓步前挤，坐腿引手，弓步前按，狮子手，扣脚撇脚，两手分开，两手下落，扣脚收步，两手交叉举抱在胸前，最后收势动作，翻掌分手，两臂徐徐下落，收脚并步，成还原姿势。好，到现在我们42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全部教学就结束了。最后请大家再看一遍拳套的动作完整连贯演示。Thank you.
Thank you.